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与图博之友23号已经定好在圆山饭店召开记者会，谴责来台访问的四川省省长蒋菊峰迫害人权，并要求中共释放艾薇薇。林宝华太太杨月清向新唐人透露，圆山饭店临时取消记者会会场，导致饭店员工与民间团体发生肢体冲突。我们早就已经上个礼拜就已经租了一个会议厅，要开记者会嘛。然后临时我们去到呢，他说你们是有目的的，这个地方不给你们用了。嗯。那我们当然生气，当然跟他理论了，理论他们就围过来把我先生要拖出去啊，把他打倒在地上了。严月清女士说，遭到围攻的林宝华先生虽然目前没有大碍，但需要卧床休息。林宝华是资深的政经评论家、中共党史学者，也是资深的新闻媒体人，经常发表时政评论，抨击揭露中共体制。杨月清女士推测，这次冲突背后有中共黑手在操控。圆山饭店不像是这么狠的，但是我不相信他是真的圆山饭店的人。那个虽然挂着圆山饭店人，但他的样子完全就像中国公安的。自从去年以来，台湾的立法院通过了拒绝对涉嫌违反人权的中共官员及高干签发入境许可的人权提案后，台湾已经有12个县市议会通过了这项人权提案。而在此之前来台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陕西代省长赵正勇、宗教局长王作安、湖北省委副书记、610办公室杨松等在台湾都被出告诉。三月准备来台湾的安徽省长王三运被台湾人民提出迫害人权的事证，并要求台湾政府拒绝他入境。新唐人记者李静、周新义采访报道。